比心比心，这首曲子啊叫五百年的沧桑啊，是西游记的一个小插曲。欢迎东方夜啊，欢迎我们的东方哥鼓掌鼓掌鼓掌。哎，感谢喜哥送来的鲜花，感谢冉红岭哥哥感谢送来的鲜花，谢谢抱拳。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直播间是正常的是吧？稍等一下啊。刚才的曲子叫五百年的沧桑。哎，再次感谢啊，再次感谢我们的麦上的所有的家人们，谢谢，感谢东方夜哥哥，感谢送来的黄桃罐头，谢谢，感谢光明者，谢谢送来的礼花筒，谢谢，感谢一路哥哥，感谢一路哥哥送来的为你儿歌，送来的为你儿歌，谢谢。那感谢斌哥送来的蜡舞灯牌，感谢斌哥，谢谢。感谢我们的喜哥，谢谢。哎，十面埋伏还不到时间啊，十面埋伏还不到时间，要十点二十到十点半左右。我们的调还没有调下去。来，我们的下一首曲子，你的万水千山。
的万水千山，一首海来阿木的一首歌，你的万水千山哈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转调了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欢迎闲云，闲云飞燕哥哥，新年快乐。然后大家呀，不要着急，千年等一回也要转调。咱们的这个每一首曲子呀，它都有它自己的定调，有的时候大家的这个点过的这个曲子不在这个调上，就没有办法去演奏。所以我们的家人们，你们给静文一点时间啊，给主播一点时间，咱们一点点的往下面去转调，然后跨调的时候就可以给大家演奏了。有的时候不在这个调上，可能就弹不了。灯牌不会丢，重新点亮就可以恢复了啊！只要是你没有那个，你没有删除那个粉丝团灯牌的情况下，你重新再点亮一下灯牌，就可以恢复你以前的粉丝团的那个等级了。再次感谢东方叶哥哥，感谢送来的66颗爱心特效，谢谢。感谢送来的爱心大队，感谢红哥送来的棒棒糖，谢谢。感谢青沙明沙姐送来的棒棒糖，谢谢。感谢喜哥送来的鲜花，谢谢。感谢我们的冒号，感谢送来的小皇冠，感谢那个这个啥后面最后面的这个小朋友，这个这位同学送来的小皇冠啊，这个名字不知道怎么读。感谢心目中的完美。那么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这个双面烟熏和偷工啊，这首曲子是比较激烈的一首。这首曲子太极张山峰偷工和双面烟熏。
咱们一起赞赞，我们也一起点起来，然后我们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，希望大家能够呀送上一个宝贵的关注。我们的粉丝团灯牌呀，咱们没有点亮的家人们帮忙点亮粉丝团灯牌。哎，感谢东方叶哥哥送来的新年烟花，谢谢新春烟花，感谢东方哥，谢谢送来的新春烟花，感谢光明者，谢谢送来的纸鹤，感谢小后生灵哥送来的皇冠，感谢胡三哥送来的棒棒糖，谢谢。那么接下来啊，送给大家一个福袋，咱们左上角我们的福袋记得领取一下。来，我们所有的家人们，咱们点点关注，加加粉丝团。好嘞，我们的下一首曲子送给大家一首啊，《我是你的格桑花》。
我是你的格桑花。我是你的格桑花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福袋，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，大家一起帮忙啊，帮忙做一做粉丝团任务。感谢用户8099，8099，感谢送来的棒棒糖，感谢冉红林，谢谢，感谢水山之间，感谢善念有纯哥哥，谢谢，再次感谢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家人们对今晚的认可，谢谢。然后呢，感谢光明者送来的66颗小爱心，感谢龙泉哥，欢迎龙泉哥。欢迎勇哥，谢谢大家，上午好，感谢听风望月，感谢一龙哥送来的棒棒糖，谢谢，感谢一生有你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那么我们的下一首曲子啊，叫《偏偏相思赋予谁》。
谁。这首曲子深受广大听众朋友们的喜爱，感谢青灯客哥哥，谢谢，感谢送来的爱心大队，谢谢，感谢青灯客哥哥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栓心哥，谢谢，感谢那个星辰哥，感谢送来的爱心特效大队，感谢喜哥送来的棒棒糖，感谢冒号送来的棒棒糖，感谢天然，感谢送来的皇冠，谢谢，感谢林天，谢谢林天，感谢小开，感谢送来的爱的千纸鹤，感谢渔舟唱晚，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弹一首渔舟唱晚，感谢送来的棒棒糖，感谢年年有余，感谢漫步大伯，再次感谢，欢迎这个我们所有的家人们，感谢加入粉丝团，感谢漫步大叔，感谢我们的叮当猫，谢谢。刚才的这首曲子啊，叫这个拼命相思赋予谁，再次感谢我们的榜一哥哥，感谢送来的，感谢我们的东方叶哥哥，感谢唐华强哥哥，谢谢，欢迎感谢我们的一路哥，谢谢，感谢送来的礼物支持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哈，下一首曲子送给大家，一首大家也非常喜欢听的，叫梅花泪。中午好，我们的家人们，中午好。
的这首曲子叫《梅花泪》。今天是初三，过了初三是不是这个就要上班了？有一些上班早的就要上班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感谢千和哥哥，感谢千和哥送来的66这个特效小爱心，谢谢。感谢我们的东方叶哥哥，感谢送来的花开浪漫，谢谢花开浪漫。感谢东方哥送来的花开浪漫。今天初三，明天就立春了，是不是？明天就立春了，欢迎苗大宝，欢迎大宝同学。好像每一次大宝来的时候都没有及时欢迎到，咱俩今天终于是可以对得上暗号了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昨天就有人上班了，过了大年三十，大年初一快递小哥哥就已经上班了。我觉得上班最早的好像就是快递员，快递小哥哥好像上班上的最早耶，是吧？哎，追梦人一会儿我们也要转调弹啊，别着急啊，咱们点的曲子还有千年等一回，宇宙唱完你们想听吗？听的话我就弹，不听一会儿我们就转调了啊。哎，这首曲子叫《菩提明镜》，想听宇宙唱晚是不是？哎，想听宇宙唱晚哈，可以的，只要咱们想听哈，静文都尽量的去满足大家，好不好？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家人们，咱们能够啊，这个灯牌我们亮一亮啊，亮这个一个小灯牌啊，也是对这个
主播的大力的支持，感谢龙鹏万里加入粉丝团，感谢龙鹏万里加入粉丝团，欢迎望伯伯，新年快乐，望伯伯，给您拜年了，感谢社会女王姨，感谢送来的社会女王姨，我们家有一个社会女三姐，你们俩是好姐妹，社会女王姨，社会家里，我家里边还有个社会她三姐，大美女上午好，上午好，欢迎大堂哥，哎，感谢听风望月哥哥，感谢看看，谢谢，感谢用户二七七，二七七，欢迎见贤思齐哥哥，感谢送来的爱的千纸鹤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苗大宝，感谢送来的这个送你花花，大侄女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啊，什么能赔偿一首？<笑> 对，那个社会，你俩是社会大姐二姐，可以那个合唱一首。<音乐>
们的渔舟唱晚。太安静了是不是？哎呀，不符合我的性格，我要嗨起来。哎呀妈，就是我跟你说，得亏吧，得亏哈，从小我爸和我妈非常的智慧啊，让我学习的古筝，这要学习的是架子鼓，还指不定是怎样的呢。那就一首渔舟唱晚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因为这一首渔舟唱晚，我爸非要让我学古筝，按耐住我这个急躁的小性格。哎呀，一首曲子结束，我还是恢复我的本真，一脸懵逼，一脸懵缺。我爸说，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在我百年之后，我能看到八十岁的老姑娘在雪地里还弹着一首这个渔舟唱晚。我说爸，我80岁，我给你算算你多大了。我说爸，你这不是给我许愿吗？你这是给你自己许了个愿望，祝你自己长命百岁呀！你这愿望不是给我许的，这是。来，感谢我的旺伯伯送来的星星点灯，照亮你的家门。架子鼓给你打，肯定打爆了。架子鼓，我要是学架子鼓，我跟你讲，我天下无敌，我早就升华了。我升华了，我还搁这坐着呢，我都不在这坐着呢，我上沙漠去敲敲鼓去。哎，社会他三姐们。社会他三姐还没来呢，社会他三姐再等一会儿。这会儿做饭呢，得中午能来哈。哎，再次感谢旺伯伯，感谢送来的星星点灯，谢谢。感谢我们的千羽，感谢送来的黄桃罐头，感谢初恋，谢谢初恋，谢谢。我看一下哈，咱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转调了？刚才有朋友们想听那个千年等一回，是不是？刚才有朋友想听这个千年等一回，我转一个调啊。好嘞，终于完成3000个赞了。我们家人们，咱们啊，滚动公屏点点赞，虽然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们各司其职，咱们公屏一起动起来，然后呢，敢帮忙帮这个所有的家人们，咱们这个每一个朋友们都是一个小小的管理，咱们这个叫什么，滚动公屏，人人有责。哎，接下来一首千年等一回哈，送给大家，今天早上有个朋友点的。
等一回，千年等一回。对，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呀，点赞很重要，然后呢这个滚屏也很重要，关系到我们的这个流量的问题哈。你看吧，弹琴吧就是需要专注，所以呢咱们跟唱歌呀不一样，所以完全的这个公平就要交给咱们的家人们了，就要靠你们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好嘞，把你们的心声通通的说出来，这里边啊，这个公屏就是你们的知音姐姐，知音姐姐，我是你们的神仙姐姐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公屏交给大家，公屏就是你们知音姐姐，好不好？为你解读你的内心深处的心声，点关注不迷路，谢谢，感谢秦时明月，感谢您的关注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陈几根，感谢送来的棒棒糖，感谢通天海木哥哥，谢谢，再次感谢我们的东方夜，感谢栓心哥，感谢光明者，再次感谢找我哥哥，还有见解思琪哥哥，谢谢，感谢千和哥，谢谢。然后我们的家人们，能分享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咱们把直播间呀往外分享一下，感谢2177，感谢快乐云游，再次感谢，对，千年等一回啊，8万了，现在点赞8万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咱们灯牌还没有点亮的朋友们，我们把灯牌点亮哟。下一首曲子啊，送给大家一首这个叫小苹果，好不好？小苹果，来跟着音乐一起动起来。月光我不会弹呀，那个我会弹成立的月光，但是月光我不会。来，小苹果啊，
首曲子啊，叫这个小苹果，好不好玩？一首特别好玩的一首曲子。嗯呐、啊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家人们。咱们还有灯牌没有？我看还有这个灯牌是灰色的，家人们，咱们把灯牌一起点亮吧。我们一起把粉丝团的灯牌点亮哈，就一个小音浪就可以点亮粉丝团灯牌了。感谢光明者，谢谢光明者，感谢送来的 Love 灯牌，谢谢，感谢送来的凤凰灯牌，感谢透明的心，感谢送来的爱的千纸鹤。然后我们的家人们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会员卡，我们的会员卡是可以进我们的后台的会员群的。感谢木叶，感谢送来的小皇冠，谢谢，感谢林吉哥哥，谢谢，感谢林吉哥送来的皇冠，谢谢，感谢快乐人生，谢谢。我们刚才的曲子哈、啊，叫这个小苹果，是咱们这个改编的一首现代的流行音乐。再次感谢透明的心，感谢透明的心送来的纸鹤，谢谢，感谢木叶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家人们。咱们一起啊，公屏继续我们滚动滚动。然后那个月光啊，我不会弹，咱们呢这个换一首好不好？咱们换一首哈。来，我们的下一首送给大家一首哈，这个叫月光下的凤尾竹。月光下的凤尾竹，谢谢，感谢透明哥哥，透明的心，感谢送来的纸鹤，谢谢。哎，感谢黄昏不尽时，感谢送来的皇冠，谢谢。哎，接下来啊，送给大家一首月光下的凤尾竹。
光下的凤尾竹啊，妞儿太好听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弹琴呀、啊，上感觉了，咳咳，要仔细的听好啊，每一首曲子要仔细的听好，每一首曲子要你们要留下来听，啊老。